想请问你贵姓啊？想称呼你啊？我姓孙呐、啊。姓孙，你是庙的？你是？你是？哦，好。副交际了。哦，副交际，好好好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里的主神这些啦？哦，我们是以西天如来佛祖，连西天如来佛祖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它大概多久的历史？啊，这边应该是有百多年了。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了了。那你的庙在这里大概多少年了？在这里30年了。三十早期呢？早期是在那个无人的，那个叫做无人格兰基那边。格兰基。现在变成马场那个地方。哦，那一带啊，好好好。是，这个是我祖父。哦，这是你祖父。啊，他以前是旧式的。哦。啊，他以前有在那个庙里，他有就是啊，好好好、啊，他现在已经一尊那个神像在这边了。是哪一尊呢，大哥？这就这尊哈。啊，这尊就是、啊、这尊啊。好好好，他孙安邦真人。孙安邦真人，好的。哦、啊，应该是非常悠久哦。啊，差不多了。里面上面那个观世音跟那个金童玉女哦。啊，是从老庙下来的。老庙下来。啊，最久了，你可以拍得到。财政啊，黄崇茂报效的，报效是这尊观音 啊，观音这尊是报效、哦。以前我们的老财政呢、啊？好的好的，那你们这里的这个主神呢，几时办庆典这些呢？办庆典，我们是每年的8月22日八农历八月二十二日二日哦，好好好。希望啊，到时候有机会我过来拍拍一下。我住在附近嘛。哦，你住在附近啊？对，我住在顶外。这个八月不知道有，我们还没有meeting，还没有决定。哦，对对，如果没有，啊、到时候你们有公布在的，非说是哪里，我去关注了。啊，有啊。
好的，我会去关注。啊，你记住了，是八月二十。八月二十二十二一两天了。好的，谢谢你哦。嗯，对。对。啊，这个炉啊，是以前老炉嘞。这多少年了？百多年历史了。百多年历史。这是炉是那时是供奉什么神呢？那个喽，供奉全部的哦，全部的啊！你去里面，你大哥说已经是非常历史悠久的啊。我们来请这大哥说一下，这个炉到底多少？这个炉已经有百多年历史了到现在。好好好，因为现在一位女士说这个是做。成古董的，应该是保留纪念，保留纪念，对对，就是不公开了。啊，不公开。不过到时候我会跟你是讲，放在外面。大庆典的时候了，可以供信徒参观一下。也没有了，这个给他们看一下也好。嗯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好。是来自哪里呢？我是来自中国河南。中国河南，那你是来这个专门是修饰这个神像的是吗？我主要是跟着老板一起修这些庙宇啊。哦，哇，这个手工就是不容易哈、哦，在新加坡其实应该是很难找到这种手工师傅的。新加坡可能比较少一点了。对，应该是说没有后代的了，没后代来延续这个手工了。中国呢？这个像我们河南还比较少一点，这个主要是来自南方更多。据我所知，很多新加坡的神庙啊、屋瓦这些都是专门请中国来盖的、来修饰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新加坡就我们老板这么多年，我跟着老板做了差不多有二十几家吧。这个庙宇包括屋瓦呀，修那个神像、啊。神像、啊。包括里面像现在你刚才对对对，那个手工真的是不容易啊、一针一线都不简单了、啊。哇，这大哥手工真棒啊！